启禀王爷，手不做人，被人劫走。那就劳烦楚将军带兵将人缉拿归案。是。忧伤怀抱，谁眼泪掉？记住，你只是我派的一颗棋子。可这笔血债，我有兄长，必须帮他讨回。而棋子上的，就是服从操纵者的指挥。兴许是我看错了。这男人一定对你很重要，要不你不会这么伤心。伤心，本王绝对有伤心，从来不受任何人的爱。受妻子都由我自己决定。你忘了他，你不能勉强。这做人这个人，就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我绝对不会爱你。本王的话是没听明白吗？带走。你干什么？你算是自我放弃了。你立刻派人去后山寻找。是。咱们来日见真章吧。嗯。